今日我哋嚟到呢度咧，就位于海港城，系啦，我哋呢个新主题专门店就叫做 Rebel Base 咁啊，欢迎咁多位，系啦，我哋俾少掌声我哋啲传媒单位啦，都辛苦佢哋啦，系啦。咁我就系今日嘅思怡子龙咁啊，好开心喺呢度见到大家，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关于我哋呢个主题店。咁啊，大家都知道啦 ，Hot Toys 嚟到今年咧就已经达到第18年啦。过去啦，亦都喺三个地点啦，有4间唔同嘅主题店啦，包括日本啦、上海啦、香港啦。咁嚟到呢一度咧，就会系我哋第5间嘅专门店。咁啊，呢一度咧最重要同埋最特别嘅咧，就系呢度系直营专店嚟嘅。咁啊，即系大家喺呢一度见到嗰啲咧，就全部咧都可以买得到嘅。咁啊，所以啦，大家就可以俾我哋 fans 了解得到，原来呢度同可能我哋 Secret Base 有少少唔同噶噃。咁而经过1年嘅筹备同埋部署之后啦，咁喺海港城呢一度咧，就会成为一个新地标，将我哋 Hot Toys 工匠系啦，中意电影感嗰份精神啦，摆翻落去玩具里面，同大家一齐啦，系体验呢一种极象真电影珍藏人有，同埋啦，我哋 Cos Baby 迷你珍藏人有系列嘅。咁啊，最主要咧嚟到呢一度咧，我哋一定要环顾一下四周，望一望。其实呢一度个主题咧系好特别嘅，我哋系用咗太空一个太空舱，睇下望一望，大家估唔估到系边一个太空舱啊？系啦，如果大家都熟悉啦，我哋其中一啲产品嘅系列咧，系啦，已经有朋友仔即刻估到，冇错，就系千岁鹰。咁啊，呢一度咧就用咗千岁鹰嘅概念啦，咁大家就好似真系入咗一个太空舱。感受係啦，我哋電影裏面嗰個環境場景啦。咁啊，唔單止天花啦、色櫃啦、地板啦、陳列櫃啦，甚至乎連我哋嘅 LED wall 啦，都係有呢個概念嘅。而更加重點咧，就係頭先大家一上電梯啦，就見到有3個 LED 嘅 display。呢3個 LED display 咧，其實啦最犀利就係既可以睇到我哋門口呢3個1:1嘅 Iron Man 啦、Captain America 啦，同埋啦我哋嘅無限手套啦。不過同一時間咧，佢塊玻璃出面啦，亦都啦係苦心經營啦，係特登啦準備咗一個啦虛擬動態影像。咁大家就會發現啦，喺呢3個1:1嘅系列面前咧，都仲有一啲graphic 啦，同埋啦有一啲影像技術喺度俾大家睇得到嘅。咁嗱，講咗我哋嘅環境啦，講咗少少大家都比較熟悉嘅歷史之後啦，接住落嚟我哋開店啦，有2個係啦，我哋開店限定品。咁第一個開店限定品咧，就係我哋呢個非常之可愛系列 Cos Baby 嘅系列嘅。咁啊，適逢迪士尼米奇老鼠已經去到90歲生日，所以咧，我哋今次咧就有呢一隻係啦，可動嘅竹金金鼠喎，係啦。黃金版的米奇老鼠就给大家呢可以先睹為快，米奇90周年，米奇金色版 Cos Baby 迷你珍藏人偶。咁咧佢其實啦頭啦手啦等等啦都有關節可動，咁大家咧就可以留意多少少啦。咁一陣間我哋都會安排時間俾大家啦，係啦，俾全部啦可以一齊影相嘅。咁而其次啦，我諗大家都非常之期待我哋今日。重點就是 Marvel Studios 10周年鐵甲奇俠 Mark 46概念版1:6比例的合金珍藏人偶。就會是這一隻了。一陣間我們都會安排時間給大家可以和他拍一張靚相。講這個 Iron Man 重要了，因為佢係參照啦 Marvel 首席視覺設計師 Ryan Benedict 為 Iron Man 設計嘅概念設計藍本，咁所以你見得到啦，佢個造型啦係好有漫畫嗰種紅色啦、金色啦最原始嘅質素啦，同埋概念設計咧擺咗喺裏邊嘅，咁再加埋啦我哋嘅精湛技術啦，將呢種金屬嘅配色啦，同埋佢流線嘅設計啦，二合為一就成為啦我哋今次嘅開業限定啊！咁整體嘅高度咧係32cm， 而全身有超過30個可動關節設計，裝甲啦，唔單止流線型，胸甲啦、小腿都係可以拆卸或者係揭開嘅。更甚咧就係你睇得到裏面內部嘅結構啦，同埋咧高機械質感嘅設計。咁重點咧就係 LED 啦，大家都知道呢一個 Iron Man 咧係有好多好多燈，咁總共咧有超過28個燈組嘅，同埋啦有前臂嘅導彈裝置系統，再加上雙肩的
榴彈炮組件，咁啊，所以咧係足本還原翻電影嘅造型，再加埋呢個 concept 嘅系列喺度嘅。咁而最重要咧就係呢一個咧就係我哋今次嘅開業限定啦。咁啊，未來啦，我哋會安排我哋會員喺未來嗰四日啦，就分批嚟到啦本店啦，係進行選購嘅。咁啊，所以啦，正正式式啦開放俾公眾咧，就將會係11月5日。11月5日。咁啊，今日啦就再一次歡迎咁多位記者朋友啦。我哋好簡單圍繞住我哋今次呢個概念店啦，同埋我哋呢兩隻嘅限定嘅產品咧嘅介紹嚟到呢度。咁啊，歡迎大家啦，我哋有秩序啦，有系統啦，就一齊啦，係影低呢一隻開店嘅特別版啦。咁啊，接住落嚟自由時間，如果有任何需要咧，都可以同我哋嘅職員聯絡。咁我哋可以 enjoy the time 啦 ，thank you。啱啱聽完子龍非常非常之專業嘅報導，我哋而家第一時間，因為我哋企得幾近，所以就近距離即刻望一望翻只 Mark 46先。咁啊，頭先子龍都講咗啦，本身今次呢個 concept arts 係由翻呢一個漫畫版最初期嘅造型嚟做分析嘅，咁所以變咗你問我，我自己就非常之中意呢一個配搭。咁當然啦，其實本身因為漫畫版佢嗰個設定，亦都係好貼身、好流線，所以今次呢個 Mark 46配翻呢一個配色嘅話咧，我覺得就非常之襯嘅。好啦，咁啊講翻只嘢嘅細節先啦。咁提翻見到個金色嗰、那個造型，其實當然啦，因為呢度真係好鬼暗啊，同埋本身即係 I'm so sorry 可能係 back 即係背光嘅關係咧，大家未必可以睇得好清楚。咁但係佢嗰個金色嗰、那個特別 emphasize 金色啊。嗰、那個處理同埋顏色咧，係幾香檳下噶。咁所以基本上，如果大家有訂到嘅話咧，恭喜曬你呢次都冇輸噶啦。咁啊，還好嘅就係今次，我相信個出貨量雖然就係限定啦，咁但係應該都唔少嘅。變咗希望嚟緊，即係大家中意嘅都可以將佢帶翻屋企啦。咁另外，我反而幾中意就係佢隻手同埋嗰個膊頭嗰個分析。如果大家有留意翻漫画版嘅话咧，其实本身佢嗰个膊头系有个袖系斜角，由红色同金色组成。今次呢个 Mark 46同样地都系将翻呢一个 design 表达翻出嚟。咁所以你可以望翻佢膊头嗰个分色咧，都系由翻红色同埋金色去做翻个配衬嘅。咁另外都卖多少少关子啦。其实我哋喺呢一个叫做正门嘅 display。有啲嘢就冇影到嘅，因為都要等翻 Marvel 嗰邊嘅 license 批咗。咁至於係啲咩嘢呢，就同呢一隻 Mark 46有關嘅。咁大家有興趣直接上翻嚟呢個 Rebel Base 自己親眼睇翻就最理想啦。好，我嘥咗咁多，都唔係叫嘥嘅，即係用咗咁多時間講完呢、這、一個，都要講翻一隻可愛嘅90歲老嘢生日。就係、是、米奇老鼠啦，咁啊本身都係今次呢一個迪士尼產品嚟講，應該算係頭炮噶啦。咁啊可以望翻本身，其實佢都係可動嘅。咁啊，不過我就唔夠膽喐啊。細節位我都唔講噶啦。咁啊，全金色都係做翻一個90周年嘅一個 celebration。咁亦都將呢一個米奇老鼠用翻 Cos Baby 自己最獨特嗰個 presentation。愛嚟做翻出嚟嘅，咁如果即系话大家即系有女朋友嘅，咁啊中意迪士尼嘅，咁呢一个都一个好好嘅选择。我就争啲啦，因为我冇女朋友，所以我会买一只俾老婆嘅。外国朋友问系咪喺旺角 Rebel Base？ 另外其实都系嗰句啦，大家头先已经望到喺子龙个 presentation 嗰度都有介绍过 Rebel Base 嘅地址嘅，咁大家高兴嘅就可以过翻嚟呢一个海港城。舊 lock on 嘅位置，咁啊自成一角噶，咁啊對面係 7， 咁啊零零舍舍有一條獨立嘅扶手電梯，咁啊可以碌到上嚟嘅。咁記住呢、這個 Rebel Base 最好或者最吸引我嘅地方咧，佢係賣現貨嘅。